请收看《最后决定爱上你》刷脱篇。其实很简单，我觉得这很可怕哎。可是刚刚他们要把我弯下来，我已经不觉得很可怕了。因为我曾经有一部戏要坐在男主角腿上，也是在轮椅上，然后在斜坡，然后我们就摔，就真的就摔，然后男主角还从我身上飞跃过去，就我们这个大崩开，我超怕的。帅气建立在辛苦的步行上面。来，住喽！真的超可怕的啦！来，潮湿的东西，但是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草地恐惧症？从小，就是小时候大家会说什么，我妈妈都带我去什么公园玩，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纯粹觉得，因为我家境就是小时候家境比较状况不好，然后家人就是都是在外面工作，所以我没有什么所谓什么假日一起出游的这种经验，然后我就有跟我妈妈抱怨过，就小时候有抱怨过说，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去什么公园啊，还去哪里踏青？然后妈妈就问我说：“那你有想去吗？”后来我就很认真的想说：“我也没有。”然后后来之后拍戏啊，就是常常会到公园要去哪里干嘛、啊，或者是什么爱情戏，一定会躺在草皮上啊谈恋爱。那我就发现，我就是如果说天气好的时候，草啊就是很干燥的时候，我身体就会痒；然后那个有泥泞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就会感到恶心，就是有这方面的洁癖。而且我有一个很严重的洁癖，是脚洁癖，就是除了洗澡或是在游泳池附近以外，或是海滩，就在这之外的有水的地方，我都会非常的害怕跟恐惧。对，我有这个怪癖。这是你拍拍以来第几次吻演吻戏？其实没有很多，第二、三。第三？什么？一次在马桶上的。哦，对，第三。因为第一次是大鸡吻。而且还吻的时间很长，所以后面这种蜻蜓点水对我们来说，对，我不知道他啦，但对我来说，就连我是个女生，我都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了。对 ，OK， 可以 text like
Soft and juicy 这个要剪掉老婆工地很危险所以赶快回家好不好待会老公带你去吃海鲜 OK 来爱的抱抱现在再多一点点好吗哎乖啊等一下，再来可以再玩一次。好，怎么样？不要来救我，不要来救我。你很奇怪哎，我奇怪为什么？你刚为什么要抱我的时候，他在那边装很重要？我没有啊。你就是有。我真的没有。你就是有。那，就是有。我。这个好痛哦！很痛，很痛。这边还是会很痛哎。等一下，我刚是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你刚模仿我，为什么？模仿我不能这样。好来。陈阿全，你们要走可以，但先给我做完。啊，你不是很行吗？你这老呀，筷子自己拆掉自己定啊，地毯哦，你自己铺了，怎么样？我的心在意啦，都没晒啦。OK 好。你在场是这样吗？没有啊，就是小茹进来找我，工人被我气走了。然后他们在临走之前踢了一个梯子，梯子上面有很多工具。他掉下来了，快要砸到我的时候，小茹为了救我，结果他自己受伤了，所以我就赶快把他抱起来送到医院去。就从这个时候，我之前的情感。请慢慢的在磨牙。所有噪音吗？停一下。亮哥，你干嘛？哇哦，可爱，性感，耍性感。
地方就是有一种复古的味道，然后是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的痛调，所以我觉得就跟我认识的台北真的是蛮不一样的。今天很幸运，天气很好，而且太阳虽然大，但是还算是有风，就不会很不舒服。然后今天到的一些巷弄都是我其实很少来的地方，因为我本身是宅女，我就是一个足不出户的人，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到很多很漂亮的风景，还有一些很具特色的店家或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其实就很像小如这个人一样，就是他很亲近，然后他是可以细细的去品尝的一个人。小如就是可以去花时间去认识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情节，然后宋杰秀和林小如一直错身而过或者是一直巧遇，我觉得这种氛围我很喜欢。台北市其实就是，其实我平常自己也蛮常去的地方，像青田街啊，然后像这里啊，然后像最一开始去的那里是大陆，是大陆，对。假设我的朋友从国外来的朋友，其实这三个地方是我会带他们来走一走，因为我觉得这个三个地方是特别属于台北市，有一个属于台北市自己的味道的一些地方，然后又有咖啡店，你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些就是在这些小巷弄里面，在咖啡店里面，然后泡一个下午或者是一个晚上，其实感觉蛮好的，蛮舒服的。